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非常感谢这个粉丝寄修的一个黑哨啊，昨天搞好了啊，然后我们整体看一下效果，然后看到啊，他这个换了原装盖板，还有原装后口啊，然后我们看他换的怎么样啊，然后换完以后根本就像没换过一样的，边上粘的非常严啊，然后整个看下来效果非常的完美啊，然后他这个我换的都是带按键的啊，按键的后口啊，他这个原来老后口上的按键啊，你看有些刮痕，就不要因为一点刮痕啊就影响整个手机的美观了，要换就一次性换到位，然后盖板也换了啊，盖板也是非常的烂，然后它这个我们看一下效果，也不影响使用啊，完美，各功能都测试好了，准备老铁发挥去了，感谢支持，有需要修手机的主页加我，双击加关注。